教育部今仔也阁予人控制一件代志，就是这教育部今年的这台语能力认证的考试，伫这报名单顶关键嘛，这台语能力改用这闽南语来认证考试。啊，今仔阵啊有这立委甲这台语社团的批评，教育部硬甲台语改这闽南语是真粗鲁的，有哪爱来尊重这民众上百年来讲话啊语言的习惯。同款是教育部的语言能力奖章，台湾两字煞无去啊！啊，这本是台语课本，新版煞是闽南语教材，严格拢是中小学乡语教科书。教育部要求出版商台将台语改做闽南语，有立委批评这是对台湾人的歧视。本底是台语文，咱能力的认证，结果伫1999年甲咱改做闽南语，台湾闽南语，咱就已经无法度接受啊！一百年竟然含台湾两字都甲去掉，台湾这两字敢只歹听？有学者认为，即马中国福建地区所讲的闽南语，以漳州话、福州话为主，甲台湾人讲的台语已经完全无同，无应该阁讲台语是闽南语。而台语这个名词，伫台湾已经使用百年以上。前总统蒋介石来台湾出版的台语教材，有哪合作台语，好要教育部尊重民众的语言习惯。咱是台湾人，唔是闽南人，请恢复阮。要尊重阮使用台湾人台语的这个权利。而台语社团为了出面发声，希望其他语族嘛正是台语族群的心声。因为我客家才是台语，阮祖名才是台语，安尼我做娱乐，因为这是在咱民族意识观嘛，这是好代志啊。啊，你袂使讲我歹用台语，啊你袂使讲你是台语。这是观念就唔对。针对教育部要求出版商都要以闽南语教材的名上新，伊若无国立评议院无要通过，也够语言能力认证改造闽南语这个争议。立委要伫最近邀请教育部甲台语相关社团召开公听会，来厘清教育部乡土语言政策的立场。记者杨如曾志祥台北报道。